语说，人生的名利和地位都是虚假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健康的身体。大家好，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今天的节目邀请两位本尊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聊聊清宫师兄刚生病时候的情况。首先欢迎我们的苏清宫师兄，清宫师兄好。主持人好，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以及我们的李美庆师姐，美庆师姐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刚开始的时候，清宫师兄，你是为什么会想说真的去医院检查看看呢？因为像子那都是真熬吃，当他那边三多嘛，熬吃啊熬放尿嘛熬啉，啊就是啊那伫家伫家伫散伫家伫散去，他那是80公斤的人，三个存在60几公斤的，30几公斤去，啊我实际讲无力检查一下，吼、哦，去病院检查看情况什么款。那旁边镜头呢？那镜头拿跟怎样跟那边啊？俩镜头出来靠医不？啊，阿则好啊，无来去病检查，检查出来讲糖尿病400多，完全不能接受吧？他那无阿多的，他那像咱现在吃年用的人啊，会得糖尿病。哎，迄讲我感觉讲一个很大的打击安尼，哇，怎那安尼？啊，我知糖尿病的人就是讲无阿多根治，就是慢慢的承受啊，就是讲啊，家己都说讲低调啊。得到了认命啦，所以当阵你去检查的时阵，美庆师姐刚好陪你去。伊安阵那是伊嘛是收，嘛是讲啊，安阵那是讲检查看，看情况什么款，啊检查出来，等来我嘛等来讲，等来讲用，安尼但是免啊治疗，免啊用，哦，啊这样糖尿病佫无到讲根治安尼吼，啊但是讲好啊，无再去问一个草药啊看，啊拢伊拢去问草药啦，然后顾下身体啦。啊！里面炒鱼啊，没啥，然后啊，伊滴什么哇，真多种啦。所以当阵是食足济炒鱼啊，后面竟是姐。对，所以哦，后来我拢甲阮婆婆忏悔，我讲啊，一个人啊，烟斗，我甲搞个迷迷冒冒，我自己要忏悔，因为安那，伊当下伊暗时拢未困哩，啊，搁嘴大，啊，我就是讲迄是血大，啊，血大古早人就是爱食SARS，首先是啊，未检查食SARS，啊SARS了去检查了就知影糖尿病，啊糖尿病就袂当食甜嘛，对，啊，过来知。怎样糖尿病真正足烦恼，迄是富贵病，你知好野人病。啊，咱若无钱，还佫得这好野人病，真超烦。啊，就是会去问一寡草药啊。嗯。吼、哦，可能嘛是讲用过阿爸都拢会晓蛮超好食。啊，对对，帮人治疗。啊，我嘛用这个去，拢去问这偏方啦。嗯。啊，其实是啊，身体拢我甲母歹去。吼、哦，尾啊吼，伊食饱都爱去坐便所，所以没有办法去赚钱。哎，我家己讲用害，所以反而是肠胃后来有一点状况，对不对？对，所以吼还是要找健康的医生，吼啊去检验，啊后来就是打胰岛素嘛。嗯，所以当阵知影苏北这个身体渐渐无好的时阵，师姑你就是去找了这些草药，然后每天都用不一样的给师伯吃就对了。就是一段时间呐，就换一种，好，就是讲换行了呢。所以有一点点病急乱投医，对不对？啊，我实际嘛是讲啊，要让我身体肯定好，肯定通赚钱啊，无一家庭吼，无一个查甫人出来赚钱嘛，袂容易安尼。嗯，所以清宫师兄那时候知道自己生病之后，会不会有一点点没自信啊？嘛是很沮丧的，嘛是讲啊，真那得个做了病吼，我嘛认命啦，就是讲看活多久都是算多久啦，嘛唔敢讲伊嘛讲会谈活到今仔日。我說啊，看破啊，但是囡仔就是讲交代，后摆看安怎吼，囡仔阿爹安那照顾，安那照顾就讲实际讲，就是安那拍算。所以美庆师姐那时候有没有曾经因为这样子跟师兄有过一些不开心呢？因为伊个糖尿病的人吼、哦，有时候就身体的影响，开始发脾气，啊，我会很受委屈，对，嘿，啊，但是小孩子又小啊，但是我很爱他。嘿，生气归生气啊，我们很爱他，也是要想办法说看病啊，能够早日把他医好这样子。嗯，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就过了30几年。现在真的很珍惜。
很幸福啊，对，对，很幸福，很珍惜啦，有会当做伴就很好啊啦。嗯，会当做伴，人拢讲这个老来伴是真重要的，对对对，真的就很幸福。对，两个人还可以牵手这样子走，其实真的是要很珍惜这种时光。真珍惜，对啊。为了我的身体安尼吼，伊嘛是真怕变的高啦。啊，但是伊都得了这个病，伊嘛对伊嘛是一种的考验啦。啊，你对翁免啊安那照顾，对伊压力嘛很大。啊，囡仔细汉，啊头啊工课还佫爱做。嗯。啊，朋友有当时啊三不五时啊，阵嘛是还佫会啉着酒啦。人讲像迄阵啊，还佫会啉着酒。迄当阵佫会啉吼。会啉较少，反正无像较早爱啉嘛啦。嗯。诶，那个缩下啊，缩下，咱来比如讲做。哦，啊！你即马是安戒酒戒家呢？戒戒较济，嗯，啊，爱顾身体啊，莫少年囝细汉啊，嗯，啊呢。啊，迄当阵医生甲你建议讲啊，爱即、這个睏眠爱有够啦，做是爱正常啦，唔通饮酒啦吼，啊，爱做运动，但是袂当做伤激烈嘅运动，苏白你拢有做甲够吗？咱阵也无法度啦，咱都是去受这时啊，讲也去用行路，嗯，散步安尼吼，用行路安尼。啊！你起下来洗洗洗，啊，洗无外久，无就扳断。因为那个脚吼，脚无力，脚无力，个就扳断出去啊。所以师姐那时候会不会一直督促清宫师兄说：“啊，你都爱冲下啦，爱冲下，唔通冲下。”我拢陪伊就对了。拢陪伊。只要他愿意，我一定陪伊就对了。啊，病断的时阵免做。啊，没办法，伊那个无法嘞，他嘛袂当个免叫。所以其实哦，当一些朋友如果听到你说啊，要戒酒啊，为着身体安尼，人会想讲啊，你哪会无代无志要戒酒无？啊，是迄当阵朋友拢知影你身体已经无戒好啊。有啦，嘛是拢做伙啦。朋友嘛，毋是讲啊，你戒酒无啉着酒，朋友都甲你讲啊，脱离关系啥无啦，嘛是照常戒真好啦。啊，工课嘛是拢会报互你做啦。现在已经大家朋友感情拢真亲滴滴，啊，毋是讲啊，就做朋友讲啊，第一天你明明仔都毋捌你安尼啦。嗯、啊，朋友嘛是看个相关，咱遐天气无好啊，到尾天气都变啊差真济啊。啊，大家拢歹，伊嘛无法度介绍看过真济人做，啊，嘛是真了解滴哩。哦，啊，朋友嘛是朋友原在，现在喜欢接个当地个朋友嘛是要个熟悉个当地。帅啊，你搁点接无？我等我再来介绍啊，你搁叫我点接哩。所以会拒绝是不是？那个时候会拒绝喝酒了。像阵啊，身体是腰是三十八腰的人吼，啊，即马瘦到剩长瘦，瘦到剩三十腰尔，看瘦偌济去咯。差足济吼，还留啊退伍的，对不对？本来身体是就拥挤啊，嗯，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生病的关系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走到了今天，其实相信两个人应该都很珍惜现在的时光吧，师兄。金丁秀，金丁秀。那阮两个吼。我两个较早嘛是真好打，我拢个真好打，啊好嘛真好。哦，我两个人好时，敢新婚的安尼比比好啦吼。啊，那王姐敢是完胜人。啊，搁把一个主持了就厉害啦。你主持了就上前就伫讲，听上前开始你讲话遮，我就感觉啊爱改，咱袂当过安尼。啊，改到尾即嘛两个拢较好，老来伴嘛啊都是讲两个就那。那出来的时候，那手牵手安尼行往散步。嗯哼，蛮感恩上人啦，给伊迄当阵啊，给伊一句话讲：身躯的病无算啥，心理爱健康。伊、这句话有用到，伊拢讲到啊，我没病没病。其实那是一个好的念头，才有安那动个这句。嗯哼，啊上人就讲诶，夫妻之间呢、不要说谁怕谁，要谁比谁更爱谁。这样子要比谁更爱谁、对不对？吼，所以走到今天也是非常珍惜彼此哦。那这个病情其实到目前为止也都控制得蛮好的，对，控制得很好。嗯哼，是好。所以在明天的戏剧当中，我们要看到清宫师兄的这个糖尿病哦，暂时是控制下来了，而他们的新家也落成喽，一家人要搬进去，但是这个时候却迟迟都等不到好朋友正方的到来，究竟正方到哪里去了？又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大爱剧场新开运转。今天也感恩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感恩。同时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会客室，我们明天见。